收喽。没想到刘海虫竟然是王子诶，还是什么虫族战神？不，你们现在知道我有多高贵了吧？难怪气质这么高雅。高贵，我看你是高怪。说什么？你的酸葡萄？安诺，你们看。前面有个小镇呢，得赶快去吃大餐。咦，这小镇怎么这么多人形石像，而且栩栩如生啊？真的，每个石像表情都好生动，但是怎么好像都没真人啊？你们是外地来的吧？哇，美女。是，我们是外地来的。请问，怎么有那么多人形石像，然后都没有人啊？是这样的，因为近几年小镇的人全都跑去大城市发展了。我是石雕师，所以做了雕像纪念他们。哇，你手艺真好，每个人像都惟妙惟肖。谢谢，我叫美杜莎。天色晚了，你们要不要到我家来吃顿饭？也可以在我家休息一晚，明天再上路。好啊，好啊。不要乱答应陌生人啦。这么美的美女，不会有问题的啦。到了，这个山洞就是我家，因为我喜欢与石头为伍。哇，好特别哦。对了，进去之前，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好吗？好啊，好啊。一个一个来，这只虫子先。放马过来。虫子啊，请问谁是这世界上最美的人？我想想，莎拉跟你好像差不多。竟然还要犹豫，加强一下魅惑力。虫子啊，请问谁是这世界上最美的人？是你，美杜莎。哈哈哈！哇，刘海虫怎么变石头了？跟着，大家快逃啦！不要，我不会丢下朋友的。